而总统大选每回必考的国防外交题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上军事节目专访，被主持人问到是否邦交国归零也没有关系，柯文哲回应零邦交国没关系，更举出无邦交关系的美国还有日本当作例子，喊话实质外交更重要，但却被外交部回呛说柯P这样的说法恐怕伤及友邦情感。而赖清德办公室也透过发言人回呛说，柯文哲唯一的不变就是变。台湾国防再成总统大选必考题，柯文哲首度表态，若是当选，现任国防部长邱国正将继续留任。要上班第一天，那这个换那个换，那太危险了。军情这两个单位，包括国安局的，或者说这种军队，前半年都不懂。我们要相信军人属于国家，外交可外交比较不要紧。但外交首长坦言可能更换，但副手吴欣盈日前才酸外交部，断交部、外交部所做的事情，柯P对台湾邦交国减少危机再抛新观点，就算零邦交国也没关系，实质外交更重要。对邦交国的数目我是比较自然的，即使到零都没有关系。对哦，态度是这样，实质外交比较重要的。柯主席的发言恐伤及友邦的情感，也引起友邦的误解，相信也非国人所乐见。只是说法一出，外交部却不认同，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更透过发言人回呛，对于柯文哲主席的说法，社会应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他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不断在变。日本跟美国也没有邦交，结果还关系还不错，因为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，他才会挖你墙角嘛。你要是没有那么紧张，他也不见得要去强你那么多了。柯文哲上节目谈国防外交施政蓝图，但实质外交能否解决邦交国困境，柯氏观点要看选民是否买单。记者李明宏台报道。